来自新加坡的福音戒毒团体突破宣道之家的同工，首度跨海来到台湾，要用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深受毒瘾捆绑辖制的台湾人戒毒。他们在桃园女子监狱里面举行的诗歌见证会感动不少台下的受刑人，突破宣道之家的弟兄们也都是过来人，从没想过自己可以真正的脱离毒瘾，回到社会过正常生活，甚至结婚生子。但如今因着信靠上帝，他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变成一个奇迹，也是一首首美丽的诗篇。这个罪人的祷告，我要求你好不好，你继续受害。Simon 梁牧师，千里迢迢从新加坡来到台湾，带来了福音，也带来好听的歌声。Simon， 首先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机构叫做 Breakthrough 嘛，叫做突破宣道之家，这个机构是怎么样开始的？突破宣道之家是在1983年七月开始的，是有一群戒了毒蒙了恩的过来人。他们经历了主的恩主的爱以后，他们就凭着信心，靠着主的应许，就开始了这个突破的福音工作使命。到现在2007年，这个机构已经有20几年了，24年，有24年了耶，今年就七月就24年。Simon， 你自己本身，也是吸毒的过来人，对不对？是的。我本身在1968年的时候，当时我受到这些 rock and roll blues 的这些的 underground music 的影响，就尝试了第二口的大麻烟，那逐渐就染上了更严重的毒瘾，如鸦片啊、细鸦片、打吗啡针跟海洛因。那为了吸毒，要满足毒瘾的需要，我需要钱，我就干下了贩毒、打抢等等的勾当。那段时间你有入狱服刑吗？不是有被迫戒毒吗？当时我被这个毒品捆绑住的时候，已经身不由己了。但是因为吸毒的关系，我被关进监牢。就在1969年，我被关进李完镇监牢。70年代初，我被关进樟宜监牢。74年，我被关在圣约翰岛，在这个岛上都关了许许多多的死因派的吸毒者。所以3次入监。对。哇。但是出来以后还是不能改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为了要取得毒品，你刚刚说到身不由己，所以你必须要去弄钱，或者是加入帮派。对不对？是的。有曾经做过一些什么比较让你觉得这个很难回首的事情吗？我想个，我本身感到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每当我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我的老妈来看我。我的老妈每次来看我，她都是流着眼泪，每一次都是求我。我老妈是潮州人。每次都是用潮州话说 ：“No way， 我 Q 了，多隆多隆了，乐改变好么？乐海我经常乐在会。”那每当老妈回去以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的难过。那就想起老妈的眼泪，心中也流下眼泪来。所以在那个过程中，你曾经有抢劫。贩毒，勒索，破门行窃，欺骗，都什么坏事都干，就是，其实我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了学校，就当时很年纪很轻，就很爱看武侠小说，就受到这个《天龙八部》啦这些等等的情节所影响，想要当武林人物，那就参加了社会党。那我就组织一个帮派，自己成为一个首领。那当时只有16、17岁而已。那不久我有同党被警方打抢被警方逮捕。那警方就要捉我这个做头的，我就逃难。那过后呢，我就开始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的那种那个人生。
反而向往了另外一种的世纪最生猛时的人生，就是 rock and roll、blues、跟一些的 underground 的音乐。当时在新加坡那个 hippies culture 还没有 hit 新加坡的时候，我就喜欢唱这些歌，弹这些歌。所以你也玩音乐？一点点啊。没想到因为这样的音乐跟这个音乐出现的文化背景让你去沾了毒。不过你十六七岁就当了帮派的首领，你的家人不管你吗？我的家人管不了。你的出生背景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的家人，因为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只有老妈带大四个男孩子，我是排最小的，管不动。是的，所以当时而且我都不常回家。经济状况很拮据吗？很贫困吗？还不是吧。不算是，就是个性使然。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受到这些的朋友的影响。那我向往那种的自由的人生。所以后来你一连串为了吸毒而被关到监狱的日子里面，听说你的母亲不知道你在哪一个监狱。是的，到处去找你。是的，他还问人，这个你王正监牢在哪里，江一监牢在哪里，甚至去到这个圣约翰岛，圣约翰岛是你要坐渡轮过去的，他都不懂在哪里，他只是为了要看我这个不孝子，远远的他来找我，每一次来他就是哭，所以心中使到我最难过的、最感到亏欠的。就是看到妈妈的流眼泪，因为想起我三岁就没有了爸爸，妈妈就为了养大致四个男孩子，妈妈都受了许多的苦。是啊，想起老妈我就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也想起许多的亲友对我的期望，更使我内疚不安。我好多次都想要改变，我曾经尝试用许多的方法，比方说呢，我减低毒品的分量啊，然后我就吸那个轻微的毒品大麻烟，然后我减低打那个吗啡针，我吞安眠药，喝烈酒，那甚至我当时在新加坡，刚刚针灸的治疗法介绍来到新加坡，所以当时我听到人家说你去看针灸医师，他跟你刺刺一下，垫垫一下，你就会好了。所以当时我带着很大的期望，那就去。他说很多人吸烟的人呢、去垫垫聊聊一下，他就戒烟了。我就带着很大的期望去了。但是进到里面呢，那垫垫一下出来以后，我的脚自动的又走回那条老路。没有用。没有用，来来去去都是一样。到了最后呢，那我有一位亲戚告诉我，不如你就到我们的依仗归龙，就是在海上他们的渔夫的家，他们在海上捉鱼的。他说不如你到海上的归龙去住吧。我当时就也是觉得是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不如再试多一次吧。所以我买了几千的吗啡，就跟着我的义丈当他的归笼去住。我以为四围都是海，那毒品不能打到我，我就买了几千，我说这次是最后一次了，我打完以后我就不要了，我就要戒了。那毒品一打完，我毒瘾一发作，我受不了，我跳进海里面。哇，然后一上来又跳进去，想借助海水使我的头脑清醒。最后呢，我跳到上上下下我没有力了。跳了几次啊？我记不起多少次，只是很多次。到最后呢，我就等到太阳出现的时候，我就我那个三板船又到岸上去，又买了吗啡。又再打下去，那毒瘾就没了。一打下去的时候，心中又在后悔了，又在非常的懊悔，为什么我又在走回来。那我就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针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我不想再要了。那同样的事情又在重复，很整整我住在基隆住到将近一年的时间、嗯、将近一年的时间，我来来去去，我不知道说了多少次，最后一次到了最后，我说来地方，我死也是一个吸毒者，活也是吸毒者，放弃了。我放弃了。我想起我当时在1974年的时候，我被关在圣约翰岛，这个岛上关了许许多多死因派吸毒者。当时在这个海岛上有一位很有权威的医生 Dr. Singh 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吸毒者永远是吸毒者，永远不能改变。为什么 Dr. Singh 会这样说呢？因为他看见100个吸毒者从这个海岛被放出去，然而101个又回来。所以 Dr. Singh 说一个吸毒者永远是吸毒者。嗯、我当时以为我也是这样，也是永远是一个吸毒者的、嗯。其实当时我心中很痛苦，嗯、我不想成为一个吸毒者，嗯、我很厌倦，我很疲倦。但是我尝试了许多的方法，我都失败，而且我有好多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嗯、他们因为打吗啡伤，打海洛因打过分了，他们暴毙死去了、嗯、气孔流血。哇，我心中觉得很难过、嗯、我说若是我再这样下去，我有一天也是会这样的下场、嗯、或者我又回到监牢里面去。所以一直在这个煎熬的过程里面，尤其是当你为了爱你的妈妈，你不忍心，你想为了她戒毒，可是却因为忍不住又在她的面前，是的，打下海洛因的时候，我好多是在妈妈面前打吗啡针，她一直哭一直流泪，每一次都期望，就每次都求我改变，但我都没有办法改变。嗯哼，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你自己要放弃掉自己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后来终于看到一线光芒，你还是可以挣脱吸毒者的这个身份？其实我已经 give up 了、mm-hmm. 我以为是no hope 了、yeah. 我这种人 no cure、mm-hmm. 就在我走到的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已经要 give up 了之后，那有一位基督徒的朋友他来找我，我这位朋友也是一个过来人，他知道我在打吗啡针，他来敲我的家门，我吓一跳，我以为是警察，他就说 No, it's James, 他就说他的名字，我说哦，吓我一跳，然后我说我听见你到了一间福音戒毒所，我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福音戒毒所，我知道他你去得到教会了，那你现在改变了，你最好不要找我，我正在打吗啡针，因为这位朋友跟我以前一起打吗啡的、嗯、我说你最好不要进来，他说不要紧，你说不要紧 Brother Simon 你让我进来，我已经戒了。然后他进来以后，他就坐在那椅子上，像你坐在那边看着我了，那我就在这边打了，我绑紧那个绳子，那针管就插进去，那个血就喷出来，就中了那个静脉了，然后我就射进去，又抽出血，又再射进去。我们当时的人，我们当时吸毒者就是 play with blood 玩血，其实我在玩命。我们就打进去，抽出来，整那个吗啡跟血就融在一起。最后我射进去的时候，就用口拉松那条绳子，一松下去，那个吗啡就冲击整个大小神经，那种的刺激。那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他的刺激不能停止，他冲力太强，他的毒品太强了，太烈了，所以他就是毒品就他冲出他的刺激的不能停止的时候，他就从油孔的地方冲出来，眼睛鼻孔孔耳朵喷出血就死去。那当时我在打着针，那我就看着这个朋友，我一打完那个刺激一完，我坐在那边，我享受那种的暂时的那种的刺激的时候，我看着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边看着我，
我就感到有些事情好像特别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样怎么今天这个人真的坐在那边不会受我的影响，因为我知道这个朋友以前也是死因排吸毒者，跟我一样。嗯哼，那我就被他的生命的改变所深深所吸引住。嗯哼，他对我说：“西门，你是可以享受暂时的快乐吗？当然，你接下来的是痛苦的。”对。然后他就告诉我，他我可以带你介绍你到一间福音戒毒所去。那就在1977年1月，他就介绍我到一间基督教所举办的希望之家。嗯哼，就在那里，我有人生的希望。哇，所以在那里你把毒给戒掉了，你后来整个生命有很大的改变，而且你也成家了。你怎么认识您的太太的？哦，我就在希望之家，嗯，在里面住了大概3年多。嗯哼。那我在那边从一个弟兄完成我的 program 以后，我就留下来成为助手，然后就同工。在这段期间呢，我的这位太太，当时是我的女朋友啊，她也是在一间亚洲布道团去那边侍奉，她很关心这福音戒毒的工作，就常常来探访我们，我们就在那里认识的。嗯，所以你们展开了很美好的婚姻，也展开了很不错的这个戒毒服事的工作。但是经费的来源因为你们希望是义务性的免费的，让这些无法挣脱毒品的控制的这些人来到这里得到帮助，那你们如何去筹这些资金呢？你们本身又没有什么经济的基础。是的，我们就是靠着信心。嗯哼，信心就是靠着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所以圣经有说，你先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你们所需要的东西他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开始了这个信心的生活以后，我们很享受生命，那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我们觉得是我们要因为主的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以后，我们有了主的爱以后，我们就很主动的去关心人，帮助人。嗯哼，我觉得我们从别人身上白白得来，我们也要让白白的来祝福人。嗯哼，所以我们在这我们在我们的福音戒毒的工作上，我们不收费我们靠着信心，一方面仰望神的供应，透过教会弟兄姐妹们爱心的奉献支持，另一方面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勤劳工作，不懒惰。我们在我们的中心里面，我们有 indoor and outdoor project， 我们的里面indoor 的 project 呢，我们有好像汽车美容的服务。嗯哼，我们也有古董家具的修补修补油饰 Antique Furniture Varnishing 部门的服务，还有我们有相框的服务Framing Copper Tooling 铜雕还有Book Binding 的服务，我们还有制作一些的手工艺品。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有 Outdoor 的 Project， 我们有提供搬家服务，我们也有种花种草。嗯哼，替人修饰花园。嗯哼，哇，为了要帮助更弟兄们，我们也在市区里面也开始了那个突破手工艺品书房以及咖啡馆。嗯哼，所以让这个突破寻道之家可以一路走到今天。但是有什么样的身份资格才可以进去？而且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定，就是说来到这里你要接受什么样的一个规范？那我们是提供1年半的课程。1年半，一年是完成它的基本的课程。那半年是跟进栽培课程。那什么样的人来我们都接受，只要他肯愿意来接受我们
我们里面的一些的原则，嗯，跟我们的制度，我们都受它。嗯哼，有没有人就是来了以后又跑了？有啊，也有受不了的。是，嗯哼，因为在这里是完全不靠药物，对不对？啊，是的，是的。一般上的人戒毒都是靠药物，是。那我们的突破的是不靠药物，不靠己力，但靠耶稣，这是我们的座右铭。嗯。那我们发现到不靠药物呢，那我们更有果效。对。因为生命的改变的是不需要靠药物的。嗯嗯。生病呢就需要靠药物了。嗯嗯嗯。但是生命的改变呢，是不靠药物的。对。因为你即使是靠药物改变，你还是会回到原来的行为，但是心改变了。是因为药物是一个代替品，对，所以你一那个代替品一没的，你又走回老路了。嗯嗯嗯。你们也到海外去服事吗？是，我们也到了好多国家。那在过去五年呢，我们都被邀请到加加达，嗯，这个在这个加加达博格的一个地方，我们跟当地的一个Lipo Group， 地宝集团，他们就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们来到新加坡突破宣道之家来探访我们。他们的这个Lipo集团的主席，跟他的太太看了以后，听到我们生命改变，真正很感动，就邀请我们到印尼去帮助他们开始这个福音戒毒的工作。嗯，你们突破宣道已经24年了嘛，一路走下来，让梁牧师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什么事件？就是每当我们在帮助弟兄的最大的喜乐满足，就是看到弟兄们他们生命改变后，他们成家立业了。成家立业也是，就每次看到他们走上红地毯的时候，心中那种的安慰，很感动，非常感人。每一次在监狱里面被释放出去之前，我都曾经立志要改过自新，要重新做人。那被释放出去之后，也尝试使用过很多的方法要来改变自己，但每一次都失败而走回老路。梁西门、苏世民以及陈顺止这三位吸毒过来人的共同点都是曾经进出监狱好几次，家人朋友为他们哭到眼泪都干了，作奸犯科，干尽一切坏事，年轻的黄金岁月都在黑暗中度过，直到进入了突破之家，他们神奇的改邪归正，不再碰毒品。浪子回头的转变不但让他们变得容光焕发，笑容满面，现在更是到世界各地分享这伟大的信仰力量，修补不少人凄凉破碎的人生。走过这一切，他们心中都是对上帝满满的感恩。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突破宣道之家的一些弟兄朋友们来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不过我们要先来听听他们的歌声，因为在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他们有很棒的音乐的恩赐，他们用音乐来传扬福音。我们先来为您介绍，苏世民，世民你好，你好，还有一位顺子，顺子你好，世民听说你很有写歌的天分，哎，感谢神，感谢，这是在你过去吸毒之前你并没有发现的吗？没有，没有，都没有，对，你不只会唱歌，你会乐器，而且你还自己会创作。这些创作的来源是什么？是圣灵的感动。是圣灵的感动。你要不要在现场我们唱一首歌？好，我们来听听看。也是你自己写的，对不对？对。这首歌叫做《机会》。机会。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过错。为何至今人人还在躲避我，屡屡遭人白眼，处
处遭人拒绝，请你相信我，这种滋味并不好受。不是我不想改过，忍了岁月空蹉跎，是否有人肯给我机会重新再来过？不是我不想改过，只是自己太乱落，所以需要你伸出援手扶助着，并解开我心门的枷锁。顺子，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像刘德华？会一点啊，因为也有讨论过吗？对，很像哎！我们说知心记者都说，我真的觉得连歌声都很像，甚至你的歌声可能还比他好一点。你小时候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其实我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嗯，哎，我爸爸是一个吸毒者。哦。那我妈妈因为我父亲吸毒的恶习，是在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呢，就忍心的离开了我。嗯哼。嗯，所以我从小是由我的祖母把我抚养长大的。嗯哼，所以爸爸也不在身边。爸爸因为吸毒常进出监狱和戒毒所。嗯哼，所以你是怎么样碰上毒的？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然后我看到我的父亲跟一群朋友，他们刚从戒毒所被释放出来，那么他们就在我的家在吸毒。所以那时候因为我所居住的环境都很复杂，都是住这些三教九流的人，所以从小就养成了许多不良的恶习。那时候我很调皮，也很好奇的，我就偷了我爸爸的毒品，并学着他吸起毒来。从此之后，对，你就染上了。对，那时候我才只有11岁。11岁耶！那时候我往往也没有想到，因吸上这第一口毒品呢，从此就被这毒品捆绑了20多年。20多年。这20多年当中，你进出监狱有多少次？在这20多年当中，因为吸毒和其他的罪案，我总共被政府抓了有超过10次。超过十次。那被送进监狱和戒毒所，那进进出出在这20多年里面呢，我在里面总共待了将近20年的时光。嗯哼，你的人生最精华的岁月都在毒品当中度过。对，我的青春都在牢里虚度了。你当时有想戒毒吗？你有很挣扎吗？其实你有想回头吗？我内心里面很想戒掉，很想改变。每一次在监狱里面被释放出去之前，我都曾经立志要改过自新，要重新做人。那被释放出去之后，也尝试使用过很多的方法要来改变自己，但每一次都失败而走回老路。祖母把你养大的，她应该很伤心，对不对？很失望。我祖母看到我终日沉迷毒品，她老人家对我彻底的失望，甚至还要把我赶出家门。嗯哼，你后来是怎么样戒毒的呢？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有基督徒来向我传福音。嗯哼，他告诉我说，耶稣爱你，耶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我听了之后，我的心深受感动。当我诚心地打开我的心门，那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时，神的爱就渐渐地改变了我。嗯哼嗯哼，梁传道，你还记得世明当初刚刚进 Breakthrough 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吗？哇，他刚来的时候都一直想要跑出去。有真的逃过吗？最后真的给他跑掉了。哦，真的。他就从我们后面的篱笆，嗯哼，他跳过篱笆跑掉了。嗯哼，那不到一个月他就被抓了。那一跳是跳错了地方，跳进监牢里面去。哦，所以你是又再一次到突破宣道之家？对，我最后一次我被判5年半，被鞭打3下，因为吸毒。那我在里面，觉得很无聊，因为刚被鞭打，所以在囚室里面休息。那时候我就跟一个监狱官讨一些武侠小说来看。那谁知道这个马来的监狱官呢，他却拿了一本圣经给我，一本华文圣经。
那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呢，里面就夹着一枚书签，那书签里面有一段经文深深的吸引我，那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嗯，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所以那时候我刚被鞭打，我感觉上神好像在跟我说话，要我重新的回到他的身边。突破宣道之家，这群弟兄深知毒品的危害，毒品带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艾滋病的扩散，大多数的人铤而走险、不惜犯法、为非作歹，都是跟毒品有关。毒品使得年轻人失去美好的人生，并让人因为吸毒陷入万劫不复的痛苦、绝望、无助的深渊中。黑暗角落里更有无数的人因为戒毒失败，没有勇气再走下去，而悲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因此，突破宣道之家的弟兄们更有负担，要把困境中的福音以及这福音的大能分享出去。透过他们重生的故事，要鼓励沉沦在人间底层的罪人寻找那真正的自由。天空围着我们的欢呼，大地围着我们起舞，星星就是我们的脚步，真理就是我们的道路。生命啊生命，要为这重生写上歌颂，写上感恩。生命啊生命，要为这重生写上歌颂，写上感恩。让我们的心灵成熟，让我们彼此高举双手，唱出喜乐，唱出心声。哇，这是你写的词，由世明唱起来，你现在听在耳里有什么感觉？我想有一种很感恩的一个感受，因为这首诗是我在我生命改变的时候，圣灵感动之下，写了一个回应主的一首诗歌。哇，你是15岁开始吸毒的，对不对？对。15岁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会有管道碰到毒品啊？那时是因为朋友的影响之下，而且自己本身也因为无知和好奇之下染上了这个毒品。嗯哼，所以你是吸一次就开始就没有断过了，对不对？对，那时我也是万万想不到说，尝试了一口毒品之后就被这个毒品捆绑了20年。所以你入监也是来来回回，对不对？呀，对，我进出5次的戒毒所，然后1次因为吸毒贩毒而被控上法庭，被法官判5年，鞭刑5下。哇，所以你比世明还要更重。呀，对。是鞭刑打在你身上，如今还有留下疤痕吗？呀，对，还有。嗯哼。呀，还有留下那个疤痕。鞭刑这种刑罚会不会在你的人生当中是难以抹灭的一个记忆？当然是会有一点。嗯，然后我尝试用过很多的方法要把这个毒品来戒掉，但是始终越戒越深。然后从此就不能够自拔。所以你的家人也有劝过你，会是用爱相挽回你吗？对，我父母亲也流过很多的眼泪，然后家人也是苦苦的相劝，但是还是不能够改变我生命的改变。所以您的母亲听说，在你入监的过程中还罹患了癌症。对，那时是在92年，那时我本身还在监牢里面。
然后听到我母亲她患上了癌症，但是内心的那种的感受很痛苦，但是不，反而是她一个身怀绝症的母亲，她要来到，她要从一段很长的路途来到监狱来探望我这个不孝的儿子。所以当时因为我母亲的病情恶化，不久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连她临终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你后悔吗？当然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当时可以说是人生唯一的一个遗憾，一个遗憾。所以他在告别式的时候，你有被监狱放假一个小时去看他？所以当时因为我在监牢里面只允许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监狱官的随同下就到达我母亲的丧礼，你的灵柩前。那时我的双手还扣着手铐，所以亲戚朋友他们看得摇头惬意，我的弟妹他们悲伤哭泣，但是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他一句话也不说。他们会不会很气你？就是说可能你的母亲癌症又加上忧郁，因为你都不愿意会走回头路。可能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但是我本身自己也痛恨自己了，因为对我来讲，我的生命好像是一出悲剧哦。因为我母亲她得到了癌症，我自己本身长子我又在监牢里面，然后出来探访她又双手戴着手铐。你看，你有13年的牢狱生活，你被打了无下的鞭刑，你的母亲癌症痛苦过世，这些都没有让你去改变走上戒毒的道路。然后到后来顺子是怎么样来到突破宣道之家，然后有机会可以戒毒的？顺子来的时候是在1997年，那他刚从监狱出来不久，所以他已经可以说是已经走到尽头了，在外面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人生，所以带着那个遗憾的心来到突破之家。他终于在突破之家，他经历了生命的改变，他靠着主的爱也经历了生命的突破以后，他就重新来建立他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真的，我很好奇的是，他们这些不靠药物来戒毒的人，在突破宣道之家到底靠着什么样的力量？在毒瘾发作的时候是很痛苦，像你都跳海这样跳了几十次这样。 对他们用什么力量去稳定他们自己？其实很奇妙的，就是我们的靠着祷告跟读神的话语。当我们在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神的话语就刚强了我们，我们就得到了力量。如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事已经过了，都变成新的。那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当我们在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在耶稣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那旧的事已过去了，不好的过去。所以当我们在经历主的爱的时候，的确我们真的那些不好了的一切都慢慢的过去了。所以我们就激励我们，所以在那个当下在读圣经的时候是可以让你们获得一些舒缓释放，的确，然后那个痛苦是可以降低的，是的，对不对？是的。那就是当我们真正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喜乐的时候，跟我们比较过去享受那种的醉生梦死的人生，所追求那个快感快乐，但是一下子就痛苦了。然后今天呢，我们竟然一信主呢，不吸烟不吸毒，就使到我们真的很真正的平安，真正的享受生命，热爱生命。所以我们很珍惜，我们非常的珍惜。所以顺子后来因为你的戒毒也影响了你的父亲，也接受了基督教。对，是因为我的父亲他看见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他是看见了耶稣的大能而接受了，而感动了他接受他个人的救主。在他76岁的时候，你现在再回想起来，其实妈妈那个时候为了你没有办法戒毒，非常的伤心，然后即使癌症也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看你。如今你终于重生了，她虽然没有机会见到，但是
你有没有什么话会觉得在心里很想对他说，很想对他表达？如果是要跟他讲的，就是说，他在的时候真的亏欠了，我就不能够报答他了。但是如果他现在他看见了我，我是想就是说，应该他感到欣慰，就是说他看到了，就是神改变了我的生命。我想借着自己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见证，能够劝导那些在如今还在吸毒的人，能够看见耶稣，他能够改变我的生命。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耶稣也能够改变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在徒步宣道之家成功戒毒走出去的？坦白的说我没有真正去计算。嗯哼，可以算千了。哇，那其实从1983年七月开始这个工作使命一直到今天，其实看到很多被人看来无药可救的吸毒者，因为他们的信心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来到突破之家的弟兄过来人，回到社会，回到家庭，成为家庭的祝福，社会的贡献。你们这次组了一个团到台湾来的 mission 是什么？我们这次来呢，就是因为我们温妈妈，就是在这位姊妹，他非常的爱主，非常关心我们这些过来人。他曾经来了新加坡的突破之家探访我们，然后在他的安排之下，我们来到了台湾。这次呢，我们会到监狱去，还有到教会一些福音戒毒所去探访。嗯哼，世明，其实你自己身为一个这个吸毒的过来人，而如今在音乐上面有这么好的这个成就，你自己也录了一些个人专辑，对不对？对。嗯哼，而能够走到今天，本来在大家看为不可能
得救的，有了重生的机会。有没有什么要跟台湾的观众朋友说的？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在这里有几句话想劝勉那些还在罪恶当中还在吸毒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转向神，只有耶稣能够帮助我们。甚至你呢？我想借着自己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见证，能够劝导那些在如今还在吸毒的人，能够看见耶稣，他能够改变我的生命。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耶稣也能够改变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特别是梁传道，你自己走过这样的生命，而且你帮助了这么多的人，你看到了这么多发生奇迹似的故事，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我的个人的经历就是我肯定了一个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改变了我的生命，不但改我变了生命，连我的妈妈也因此也信了耶稣基督，而且有看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的改变，那真的激励了我。我今天能来到台湾，我希望就是借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的见证，能带给许许多多还在毒品的捆绑、在罪恶迷失方向的朋友，希望他们从我们身上能看到一个新的希望。所以现在你不止在新加坡，你甚至也希望透过这种宣教活动在海外把一些年轻人给救回来。是的。所以在台湾这次你们也带着某种使命。的确。而你们在唱诗歌上是特别的有力量，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听你们三个唱上最能够代表突破宣道之家的歌？赞美你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赞美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赞美你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感谢你我救主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赐下日子以来的照顾，感谢你我救主亲爱的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哇，很好听。其实他们来到台湾是带着一份爱心，出自于他们过去的自己是不可能的，但是出自于现在是因为有神的关系，要把这份爱传出去，去拯救更多迷失的人回来。这些曾经受过毒品控制的人，有着美妙而和谐的歌声，他们也有同心协力的力量，而他们也强调这个同心协力的力量的鞋子，就是因为有一个十架在前头，而人的力量在后头。我们也祝福你们这次的事工能够顺利成功。谢谢。这群被认定为死硬派的吸毒者，真的看到他们生命很大的改变。我想那个最大的改变不只是外形，而是生命里面。其实在他们每一位的分享当中，有一句话好像都一直在被重复，那就是无能为力。他们也曾经很努力过，他们也曾经很努力想要面对那个改变，生命里面的改变。我听到他们讲到说，他们用针灸、用电疗，甚至吃安眠药、隔离各种方法，他们自己也很想改变，但是无能为力。而外力呢，外在的环境也在逼他们改变。他们几位提到那个鞭刑啊，我在电视新闻里面看到新加坡的鞭刑，想说啊，现在还有这样这么原始的刑法，听说那一鞭抽下去，那个皮开肉绽，而且是要多久都不能动，非常的痛。但是即便是这样强烈的刑罚，还
还是一样啊，痛的时候简直是痛彻心扉，但是过了之后呢，又从头再来。那种无能为力真的是一个很不快乐的感觉，是我明明知道，我通通都知道，但是我就是做不到。还是感谢主，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们经验那个生命的改变，那个在他们自己不能的，他们遇见这位神，在神凡事都能。你知道在听到这一整集的分享里面的时候，我不断的想到在台湾的晨曦会，因为晨曦会在台湾，那刘明和牧师我想是很多基督徒都熟悉，那么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报纸上常常报道的，透过福音，很多在外面戒毒无法戒成的一些人，在晨曦会里面他们经验那个生命真实的改变。但是当我在听到他们每一位的这些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深的一个感触是，感谢主，晨曦会不是唯一的，因为不是晨曦会改变人，是福音改变人，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改变人。上帝在各种不同的地方，透过福音，透过救恩，在台湾，在新加坡，在缅甸，在台北，在台北，在每一个地方，主都能够做奇妙的工作。而且我也相信，不只是吸毒，今天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感受一种同样的一种无力感，那就是明明知道，可是我做不到。有人是面对毒品，有人是面对感情，有人是面对财富，有人是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生命当中辖制我们，让我们那个觉得无能为力的那个事项可能是不一样，但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觉得看到他们几位的分享里面，我心中有一个很深的盼望，就是我真知道圣经里面主自己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也正在一个很深的困难当中吗？试试看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问题交给他，真的有盼望的。在各地都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所说的上千的人，在他们的这个福音戒毒的这个事工当中，生命被改变。你也可以戒毒，可以戒一段感情，可以戒一个黑暗的辖制，照样可以。在你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到神面前。